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大家的吹氣棒吹好氣未啊？信號嚟啦！信號嚟啦！人啊，这个数字是没有水分的，大家晚晚睡啊。不如我做一个小小的好不科学的民意调查先啊。德国队的勇等有没有那么多啊？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阿根廷的呢？都唔少啊，都唔少啊！我記得咧啊，我哋嘅校長沈祖堯校長咧有一句説話咧話，大學應該係要浪漫嘅。我覺得凌晨兩點半喺百萬大道咧，真係一件好浪漫嘅事，係咪？好啦，我諗有一件事咧，喺中大足球隊踢波咁耐都未試過咧，就係凌晨兩點半咧。在百萬大道呢是示範踢球的、哦、我們中大呢有男子隊女子隊的足球隊，而男子隊呢今年在成龍杯裡面是拿到亞軍的，在酷熱的天氣之下呢踢足九十分鐘，而女足呢是大專冠軍啊。我覺得今天大家成超過一千人在百萬大道呢是一件很瘋的事來的。為什麼我們可以這麼瘋呢？源自四年前呢沈祖堯校長就說要與民同樂一起看世界盃。沈祖堯校長，我們多謝沈祖堯校長跟我們一起瘋、啊、中大足球隊的男子隊的隊長就是 Money， 你好像有些事想考一下校長、哦，看一看 Money 怎麼做。用不用再來多下、哦、好，多謝中大的足球隊沈祖堯校長，同你我們出了汗了，很快已經太興奮了，太興奮了，是啊，本來睡了的了嘛、啊、平時你究竟會不會這麼晏中未睡覺呢？平時我十點鐘睡了的了、啊、那即是你沒看過球啦、啊，我上一次睇波是四年前噶嘛。其實今天是你知唔知邊隊對邊隊啊？今天是阿根廷啊對德國。我是表示中立的，白色係。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這件衫咧，係幾似阿根廷的，所以一陣間咧，德國隊輸了之後咧。我就會唱 Don't Cry For Me Argentina、啊、大家記住啊，大家記住了、哦、我想今天呢各位同學，我想問呢，我們要約法三章，有三樣嘢要求大家做的。第一，今天晚上只談足球不談政治不講佔中。第二，無論一間發生咩事，都唔准咬人。Don't bite, OK? 第三，因為我哋今晚工作人員實在唔多，請你一間執翻啲垃圾走。我想講話，我哋今日咪佔中文大學嘅百萬大道睇波咯，係嘛？點解唔可以講佔中啊？請大家咧，阿根廷自從進入淘汰賽階段之後咧，係未失過一球波。今日唔係對巴西嘅，搞清楚。古有大布魯魯，今日我哋中大都有祖堯，所以我相信佢著咩衫咧，邊隊波都係會輸嘅。大家一定估到我支持一隊冷血、涼薄、黑毒嘅德國隊。在這個
時候，我諗啊，校長要講幾句説話喎。我覺得淨係識嗌口號係好淺薄同埋無知。就咁噶，其實我咧準備好曬今晚所有嘅結果都我都冇問題嘅，因為咧如果形勢不對咧，我仲有一件德國衫喺個袋裏面，同埋咧。同埋我攞咗支德國嘅白酒嚟，如果今晚邊個抽獎贏咗，我送埋支白酒俾你。